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次有一个先行演示哈，这个是在秋叶原这边，然后先看到这个晶石其实是比我想的要轻很多的，然后背面一个空心的偷胶，还有一个这个识别码，这边一个箭头应该代表是从这边放进去，然后正面一个透明盖板了，底下是它的这个图案，然后从这边插进去之后啊，这边可以取出来，等一下，它一定要这个背鳍才能放进去，啊，这可以取出来。放进去之后呢，这边就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呢，这边会展开，不过这次应该也是，就是没有让你展开。再按一下的话应该有必杀的，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玩法，再按一下不是一样的，真不一样哎，这个有它的叫声，说一个晶石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音效哈，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的玩具啊，具体是要在7月份才会发售，好，就先这样子吧。